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以菩提心观世间情。接下来请收看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。救助海豹的牛群。在大海的入海口处生活着一群海豹，每当雨季的时候，这片海滩成为一片汪洋，海豹们便会在这里繁衍生息。但是随着旱季的到来，入海口处便会断流，生活在这里的海豹便会纷纷离开这里。你们俩不一起离开这里吗？我们想再在这里多待几天。这里的水可是越来越少了，要是断流了，那你们可就出不去了。我看还是跟着我们一起走吧。是啊，你看我们大家都开始撤离这里了，你们也别留下了，等过几天水会更少的，那样要再想走的话可是会很困难的。可是我的孩子太小了，他才出生没多久呢，这么小的孩子哪里能长途跋涉那么远呢？我看还是让他长大一点再离开这里吧。可是这里的水持续不了多久了。是啊，如果没有了水，你们要想离开这里就更困难了。你们俩的好意我明白，我们会在断流之前离开这里的。你们先走吧，祝你们一路顺风。那好吧，我们就先走了，你可别耽搁太久啊。也祝你们好运。小宝贝，你这么小，真的能跟我一起有那么远的距离吗？妈妈，没问题的，我都这么大了，我已经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了。你还是太小了，再过一阵子吧。再过一阵子，长大一点，再走吧。然而这片水域消失得非常快，留在这里的海豹开始争先恐后地撤离这里。如果再不撤离的话，他们将会永远地留在这里。孩子，快跟上我，千万不要走丢了。妈妈，真是太累了，我们能不能过几天再走啊？孩子，这里马上就要断流了，再耽搁下去的话，我们就再也没机会了。我知道了，妈妈，我会跟着你的。一开始，小海豹紧紧地跟在妈妈身后，但是随着逃离这里的海豹越来越多，他们最终将小海豹和他妈妈给冲散了。小海豹的体力越来越差，他渐渐地被海豹群甩在了身后。最后，越来越窄的河流中，只剩下他这一只海豹了。妈妈，妈妈，你在哪里啊？你等等我，好累呀、啊，妈妈，你在哪里啊？真是太累了，我好想休息一下，就休息一会儿，没关系的。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呢？你们，谁看到我的孩子了？我们没有看到你的孩子啊。我的孩子一定是留在了那里，不行，我要回去找他。我看你还是在这里等着吧，如果你的孩子离开了那个地方的话，一定会游到这里的。没有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没有跟过来，我要回去找我的孩子。我想那条河流已经断流了，你没有办法回去了。我不信，我要回去找我的孩子。你有没有看到一只小海豹啊？没有，我没有看到呢。不行，我要回去找他。我是最后来到这里的，后面已经没有海豹了，而且回去的河已经断流了。啊！只想借着涨潮游过这一区域的小海豹，此时被困在了泥坑里。它实在太小了，没有办法从里面挣脱出去。
救命啊，快来救救我，妈妈，我在这里，快来救救我。嘿，你看泥坑里有个什么呀？哎，是一只小海豹，真是不错，我们可以美餐一顿了。是啊，它看起来很美味的样子。你们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呀、啊！你看这个小家伙害怕了，一口咬断他的喉咙，他就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。妈妈，妈妈，快来救救我！就在这时候，几头来到这里想要吃草的母牛听到了小海豹的呼喊声，便飞快地跑了过来。其中一头母牛将正准备朝小海豹扑去的恶狗撞倒在一边。恶狗从地上爬起来后，恶狠狠地看着那头母牛。哎呀，可恶的牛，你不要坏我们的好事。赶快让开，否则我们对你可就不客气了。你们敢动这只小海豹一下，我就让你们好看。对，有我们在，你们休想动它一下。你们这两个多管闲事的家伙，给我闪一边去。哎呀，好痛啊。你没事吧？哎呀，好痛，这个家伙真是太可恶了，我被踢了好痛啊。你们赶快给我离开这里，再敢过来的话，小心我就对你们不客气。我看我们还是走吧，有这两头牛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靠近小海豹。你到嘴的肉怎么能就这样丢掉呢？走，我们回去叫同伴来。你看这只小家伙长得多么漂亮啊，尤其是这双大眼睛，真是太漂亮了。是啊，那些狗实在太可恶了，他们怎么能伤害这么可爱的小海豹啊？救救我，请你们救救我。是啊，我们得把它从这个泥坑里弄出来。可是我们该怎样才能将它从这里弄出来啊？就在这两头母牛在想办法营救小海豹的时候，一大群恶狗跑了过来。就是这两个家伙坏了我们的好事，而且还把我给踢伤了，大家可要替我报仇啊。怎么办？他们来了这么多帮手。他们好可怕，我害怕，我真的好害怕。你不要害怕，只要有我们在，他们就不会伤害到你。可是他们来了这么多同伴，你们俩怎么应付得过来？他们有同伴，我们也有同伴。天啊，怎么会有这么多头牛啊？哎呀，真是太可恶了，他们数量太多了，我们快走。赶走了恶狗后，牛群都聚集到了小海豹身边，他们在一起研究着该如何将这个小家伙从泥坑里救出来。他们在干什么啊？怎么围成了一个圆圈呢？嘿，让一让，你们这些家伙在干什么啊？啊，一只小海豹，这个小家伙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他肯定是在断流前困在了这里，所以才没有办法跟着海豹群一起游到大海里。他这么小就离开了妈妈，真是可怜呐。我明白了，原来你们是在这里保护这个小家伙呀，让我来把他从这里救出来吧。咦，出来了。放牛人救出小海豹后，便驱车将它带到了海边进行放生。小家伙，你的同伴在那里，快去吧。孩子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妈妈，我真的好想你啊，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呢。孩子不用担心，妈妈永远都会保护你的，以后我们都不会分开的了。看来小家伙是找到自己的妈妈了。
青脚小牛。阿壮家里养了一头大水牛，就在这头大水牛迈入老年时，竟然怀孕生下了一头小牛。几个月后，这头小牛长出了一对青青的牛角，因此阿壮便叫它青脚小牛。青脚，不要乱跑啊！青脚，你又想和我比力气吗？好吧，那我们就比一比。哎呦，好痛！青脚，你真的长大了，力气好大呀！青脚，你长得可真快啊，才过不久的时间，你就变成了一头强壮的水牛了。这头小牛已经长大了，该给它穿鼻了。是啊，以它现在的力气，我们已经控制不住它了。不如今天下午就带着它去阿虎那里穿鼻吧。我一会儿就联系一下阿虎。虽然牛力大无穷，但是人类还是有办法控制它们。只要用一根简单的绳子往牛鼻子里一穿，就再不怕牛不听话了。阿虎啊，麻烦你给我们家的小牛穿一下鼻。好的，你们稍等一下，我先把这头牛的鼻子穿一下。好啊，你先忙，我们不着急，等你忙完再帮我们处理。你们先把小牛看好，别让他乱跑，要是跑走了可就糟了。要知道我的时间可不多的，等一会儿在河边还有一头牛等着我去宰杀呢。今天你要宰杀牛啊？那正好，我家的那头老水牛已经不能干活了，也该宰杀掉了。你打算把家里的那头母水牛杀掉？是啊，小牛现在已经长大了，而那头母牛啊年纪太大了，留着也没有什么价值，不如宰杀掉算了。既然你们想宰杀那头老牛，那你就把它牵到河边空地那里吧，我一会儿就过去一起宰杀掉好了。好的，我现在就先去把老牛牵过去。阿壮啊，我回家牵老牛去，这头小牛就交给你了。爸爸，你放心吧，青脚交给我好了。好了，穿了鼻绳以后，这头小牛就不敢不听话了。阿壮，把你的小牛牵过来吧。好了，青脚，该我们了。青脚小牛此时终于明白了过来，接下来该轮到自己了。他惊慌地看着阿壮，不明白小主人为什么要这样做。青脚，快点啊，别磨蹭了。你不要害怕，一下子就好了啊。哎，青脚，回来，你快回来啊。青脚小牛不再信任他的小主人，只是回头哀怨地看了阿壮一眼，然后一下子跑得远远的，一直跑到一处高坡上，在那里可以看到河边一块空地，那里捆绑着一头年迈的老牛。咦，他们这是在做什么？难道也是在穿鼻吗？不对呀，这头老牛已经被穿过鼻了。阿虎，你终于来了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刚才给小牛穿鼻，结果把另一头小牛给吓跑了。这头牛年纪可不小了，是该宰杀了。啊，那个人怎么来这里了？阿虎，我们已经把牛捆绑好了，接下来就交给你了。没问题，我马上就送他上西天。牛啊牛啊，出苦海吧，我来送你上天了。天哪，怎么会这样？
难道作为一头牛，最终的命运都是被人类宰杀吗？妈妈，我的妈妈，他们要宰杀我的妈妈！不行，我要去救她。为了救自己的妈妈，青脚小牛从山坡上冲了下来，直奔手拿尖刀的阿虎。而阿虎等人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老牛身上，丝毫没有觉察到冲过来的小牛。妈妈，我来了，不要害怕，我来救你了。哎呀，这头小牛怎么会在这里？哎呀，他要干什么？怎么朝我冲过来呢？阿虎，赶快跑，他想要你的命啊。原来牛也是母子情深啊。阿壮父亲带着这两只牛回到家后，便打消了宰杀老牛的念头。但是小牛还是需要穿鼻的。几天后，阿虎对小牛进行了穿鼻，这让青脚小牛对阿虎恨之入骨。青脚，每一头牛长大了都是要穿鼻的，你不要怪阿虎，那是他的工作。这里的草很嫩哦，青脚，你就在这里吃点青草吧，我有点累，需要休息一下了。阿壮说着便将牛鼻绳系在一棵大树上，然后自己到不远处的一棵树下坐着。就在这时候，突然从树林里窜出一只恶狼，那只狼见到阿壮后一下子朝他扑了过来。狼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！不好，小主人有危险，我要去救他。哎呀，好痛，我的鼻子好痛，痛死我了！救命啊，救命啊，快来人救救我呀！救命啊，谁来救救我呀？阿壮，不要害怕，我来了。走开！谢谢你，阿虎叔叔。阿壮，不要怕，有我在这里呢。哎呦，阿壮，你怎么了？我的脚好痛。啊，你的脚肿起来了，我们要快回去包扎治疗的。但此时，那头狡猾凶残的恶狼，绝不会放过一丝一毫的机会。就在阿虎低头再次查看阿壮脚踝的时候，他凶猛地朝向阿虎的身上扑去。叔叔，小心啊，狼扑过来了。阿虎叔叔，你这个家伙，快松开嘴。救命啊，救命啊。青脚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救了我。青脚小牛见恶狼跑走后，便看了看一旁捂着胳膊上伤口的阿虎，然后又走到了阿壮身边，轻轻地叫了一声。阿壮伸手摸了摸他，然后青脚小牛跪在了地上，示意他爬到自己身上。阿壮吃力地爬了上去，然后又看了看阿虎。阿虎看到小牛不停流血的鼻子，显得有些害怕。他不会因为我穿了他的鼻子还在恨我吧？阿虎叔叔，青脚是让你上来呢，他要驮着我们回去。谢谢你，小牛。今天多亏了青脚，要是没有他，我们可都被那头狼给吃掉了。是啊，想想过去我做的事情真是太不应该了，我发誓
这一辈子再也不杀牛了，以报答青角今天对我救命之恩的。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，划拨账号50323858，50323858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202-608，012-001-202-608。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、供斋、点灯、慈悲施食、药供烟供。明净月释迦牟尼佛殊胜功德日，慈悲之夜高雄中山书坊举办八关斋戒，礼拜88佛弘明宝忏，护身即慈悲施食，恭请湛山法师主法。日期8月27日星期六，时间上午9点，地点佛教中山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洽询电话0722123232，0722123233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，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高雄中山书坊。新逢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万倍，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特举办八关斋戒暨礼拜大悲忏法会，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。日期9月13日星期二，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，电话03989-9319，03989-9319，03989-8686，03989-8686。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疫情期间参与共修，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。Hey
了。